丑子阿斗，丑小全部都来了，真的顾好我那个伏流，当然应该会输哦。双鸟队人数在压，麦八零八小绵羊帅骑士 BB 火神炮尖叔学友苦瓜忍者。OK， 怎么有一个根本你偷不住人呢？我跟土地是被拐过来的、啊。我轰炸管制上，我看到一个妄想爱情，我还以为能看，没想到马上跳掉，他是去别的地方，他是留着可怜的大元小子下来。已经有困难了。主要谁有离出去吗？还是这样打？直接六提出来。太好了。我主要要他开小心，还是离出去？对，离出去了。哎，算了，试试看，有机会就是了。你说胖虎跟九尾，发现你要来也要死啊？哎，白羊，你有给你个选择，你现在就自杀，还是那个帕杰基国家？对吧？我说现实生活、啊。对啊，当然要把握那一趴。那一次变成一点差了，没事。打手他就换战斗机。坏消息，我方刚刚连续爆掉四架。冲鸟看得不太好。状况对我方很不利。陈在中野，你们两个撑住啊！我根本无法分辨哪个是我军的机耶。法官变啊！一丁点，如此。如果你能分辨的话，你就已经是国军第一人了。加啦！我冲绳负责。那个北摩鹿家要守的话，要投入很大的来守。后面讲的枪炮是被，要不然就是有枪炮吗？对，看个报，看往前有什么轰炸的。是的。注意一下火神炮，不要跟他拿后面，会很惨。两个人互相对这么高，真厉害。然后两个人故障率很高，是吧，白狼？太高了。那个主要那个是 AD， 打一把他秒掉了。主要是胖虎吧，那个九尾还好。胖虎在这。九尾大概才一只十趴的，因为我猜到大概一只十趴，胖虎可能超过二十趴。不是我在唬你，我每次被他打一定要故障。我故障好像没偏。故障。你何在？嗯，被盯了。啊，魔鹿家被对方佯攻一下，那怎么跳的？我滚筒他也可以打我。我滚筒还是可能你滚筒太慢，或对啊，你滚筒太慢吧？要硬跟他那个瞬间被打到。我按什么？他飞到一半被打。延迟吗？是延迟吧？这是延迟吧？滚筒状态不可能受损啊，除非延迟啊。延迟的话会受损。然后好消息，什么九尾战线？哎、欸，好。活流，活流。1.01，它又变很差哎。你好，刚来不及干吧？我正准备进活流，就它突然就掉。啊，可恶！土币，你不要进密克。土币，你跟着他们沿南部往下攻，看能不能杀出一条路，杀到他。你冲鸟，他们讲也不乐观。打守罗门吗？不是，因为你守罗打对吧？我说菲律宾那一线啊，中南那里，因为怕还有伏兵在那边。国流谁在里面？啊 ！P.I. 我跟你被拐过来了 ，P.I. 你把他跳出去。P.I. 他们每个点都有伏兵哎。是啊，他们人这么多啊。真狗，他们人有这么多、啊。那我去搞你。这里虽然有个胖虎，黑虎这里虽然有个胖虎，我不要给他玩就好了，把他们重轰弄下来。我去把他们重轰弄下来。他被六滴了。啊！他们重轰被我打下来阵。溜啊溜啊溜啊！你只亚手霸主中南半岛，该死！
房间里差距会这么大？你在哪里打野？打野我才不怕。你能不能六踢他？没问题啊。我的炸弹，我叫你不要进来前面，果然是明智的决定。你要 A C 留在后面回收。这个胖虎很烦，他开始在追我。哦，这边有两架伏兵诶，东南有两架伏兵。干！除了雨之牙还有谁？还有一个那个弗雷斯，听都没听过。应该是点干。哦，那个、哦，那个烂正坤。哦，阿甘正传。佛列斯干啊，这我知道，佛列斯干，你们有没有看过《阿甘正传》啊？奇怪，阿甘每次跑在这里干嘛？他老婆不是死了吗？这样没办法，差距太大，然后时间不够，六滴不够把我把六滴出上。你在哪白狼鸣？点军三到四滴，对方点军二到一到三滴，刮甚至是零。加油！不行啊，差太多。啊，我方有一大堆不会玩的轰炸，所以你知道的。嗯，好了，我被六滴出场，菲律宾宣告失败。宣告不是。麦克风是不是已发出声音？胖虎现在应该很懊恼，他现在罩不住他的队友。升级。我说胖虎一定很懊恼，他现在罩不住他的队友。追我没关系，我不跟他打嘛，我去打他队友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来看他怎么罩他队友。八个不是啊。哇塞，你现在都已经九开头了，你还给我停留在那个数字。我你不用硬去跟他打，因为你跟他打可能有危险，就半空在那飘着。对，他有狙击，小心一点。雅加达被宣了，要去吗？去。为什么雅加达能被宣？他就能被宣啊，我哪知道？雅加达不是被我们断了吗？我要一边思考，一边猜测你可能在哪里